比赛大会在今天上午9:30由大会体育会长王毅斋主持。这个比赛一共分社会组、学生男组、学生女组、儿童组跟各组的同等程度组等8个组举行。参加的选手有470个人，他们分别要做乘算、除算、加减算、传票算、心算、验算跟验心算等。每一组先要取前3名个人的跟团体的，并且由蒋总统颁给团体第一名最高荣誉奖。